第二天孩子起床了，哎，你也该下去了，去，你下去去，去。就我躺床，你跟我躺床，去，去，你去，你下去，你下去。说没说你？哎，下，快下去找燕姐去，快点，快点。去，你快走，快走，你快走，去。你去，去。给你撵下来了，给你撵下来了。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兵临城下。兵哥今天呢，带你去看威海当地荣城的婚宴宴请。吃的是什么？其实这个胶东地区啊，很注重这个婚礼宴请，而且呢，它的菜系呢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么现在呢，兵哥就带您看一看当地的婚宴宴请是什么样的标准。走了，我们去吃席面了。这边讲究叫吃席。哎，威海的婚宴呢，还是十分有讲的。从座位排次哈都是有说的，不是随便坐的。那么你比如看哈，男方、女方，第一桌和前三桌哈都是亲人的，怎么说长辈。然后呢，每桌啊有主陪和副陪，主陪呢就是张灵九，副陪呢就是配合他张灵九。一般分一席、二席、三席、四席，主陪和副陪，这就是一个正常婚宴的一个每桌的排次。而且正常呢，这边每桌呢还会讲究三大件。三大件指的是啥呢？一般是海参、鲍鱼，还有虾，大对虾。好，我们现在呢已经来到了这个婚宴的现场。我们正在往里走，这里啊，今天办婚宴的人也是特别的多。呀，咋这么巧呢？都认识啊？好，这个呀，在威海当地讲叫喜饼，这是刀鱼。然后呢，每桌呢还会有一份手礼。这是他上的开胃小菜，花生米、萝卜，还有各种小点心。这块有个果盘啊，来啊，来个西瓜，看甜不甜。来，来来来来，丁哥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喜饼啊。这个喜饼呢，其实源于乳山，它这里面呢有鸡蛋、奶粉，用最好的面粉。这里啊，每家每户结婚都会给发喜饼，这个寓意啊非常好，甜甜蜜蜜啊。其实这玩意也很好吃，这是个打开的哈，有方形的，还有圆形的。嗯，
这是三大件的第一件海参。这里面啊，这个个数啊都是有规定的哈，一桌几个人就几个海参，你看看，来一个，啊，来上勺，勺，哎，看看，这个是对虾，来个对虾，嗯，这是第二大件虾。那么这个鲍鱼啊，就是它的第三大件，这叫蒜蓉啊，鲍鱼来吧，这个是四喜丸子啊，一碗一碗，哎呀呀呀，拿勺，我拿勺干，让我看看这个四喜丸子怎么样啊。啊，外面是米，里面是肉馅。好了吧，万一这两天要整出疫情的话，又得在家吃。啊，你都夹完了得了。这玩意儿啊，上勺子啊，看。这玩意儿真是不错，看看怎么样？这是啥呀？这玩意儿你不能吃。这是海胆啊，他做的是蒸鸡蛋糕，海胆鸡蛋糕，哎，这鸡蛋糕呢，蒸的热乎哈，蛋糕到了，那就是身比较的，好嘞，哎，你别拿了，他扎手，没事，别拿，给你，喜饼都让我压瘪了，走了。吃饱了，喝足了，我们往回撤了。其实威海地区的婚宴呢还是比较有特色的，它分呢就是刚刚兵哥说的哈，像我们刚刚吃的这个席面啊，三大件是啥呢？鲍鱼、海参还有对虾，也可能有呢，就是正常是参虾蟹鲍这四种海鲜，选三样作为这个三大件来上席面，而且说呢，作为排次呢都是非常有讲究的。以后啊，家人们有机会到威海，兵哥和燕姐要在的话，也可以按照威海这个待客的礼遇，跟我们家人们吃顿饭。生活不是鸡零狗碎，谁把烦恼都锁在了燃眉？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挣扎的人彻夜买醉，他说醉了以后可以缓解一点疲惫。那么好了，亲爱的家人们，这期视频呢兵哥就做到这里，明天早上呢我和燕姐就要开着这辆大巴车前往纳香海去玩他个三天两天的，去赶赶海，也是看看明天呢能不能跟我的好朋友共同出一次海打鱼。那么好了，家人们，感谢您的关注，更感谢您的支持，我们明天见，拜拜。